梦，你现在还记得吗？也许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有故事的人，有没有这么一首歌让你想起我？刚刚听完周华健的，有没有这么一首歌让你想起我？原来里面有个歌词：最真的梦，你现在还记得吗？如今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哇，怎么好像讲了方言这样子？笑死我！坐近点，我们聊聊。哇，上三集基本上看了。又是周星驰新喜剧之王的时候，的确是有很多的共鸣，然后有故事的人看得懂，没故事的人没有的那些共鸣，可能很多时候这一集就突然间就不知道今天就突然间想起这首歌，很久以前的一首歌。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这一集就跟大家聊一聊一个有故事的人，或者就叫有故事的人。在之前一些的评论区，我的评论大概都在 B 站吧， YouTube 还暂时还很少，才3000多人，但是也是有评论，但是 B 站可能会比较多，就是之前都会有人看到我，或者你会发现有些评论他会从你的话语，从你的行为，从你的表情当中看到你的经历。有人就问我，你应该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有故事，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有故事的人。其实每个人，前几天在朋友圈，在微信的时候，特别在我小学同学的小学同学微信群里面，我还有小学，就基本上有三个群，我是蛮有意思的。小学、中学、初中，小学、初中、中学，不是小学、初中、高中，讲话都讲不清楚。小学、初中、高中，然后那时候小学群里面就谈到年龄的问题，然后那时候就发了一幅图画，那幅图画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就讲现在到了猪年，就是2019年的猪年，80后已经没有20多岁的人了，基本上无论是你属猴还是属猪，你要不就31岁，要不就39岁，基本上现在的80后就迈进了40岁的大关。然后这个是一个感慨，所以当人生走到40岁的时候，人生40岁的时候，基本上可能走了一半了，经历的事情也经历过了，再经历的事情可能将来还会有，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人生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听故事，都喜欢看别人的故事，但是当你到了中年，甚至到了老年的时候，可能你就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当你有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不太愿意说出你自己的故事。可能我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吧，有机会以前没有想过录制视频或者记录这些故事。所以为什么视频 Vlog 有个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你所想的、所经历的、所那时候所感受到的很真实的记录下来。所以可能这个就是我觉得它魅力的所在，或者它有意思的地方，就有点像写日记。所以当现在我们认识以前那些人的时候，就是通过他们所写的日记，今天经历了什么。但是日记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他写的时候他的心态、他的语气是什么，当时他的想法是什么。所以但是拍摄视频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把当时的语气、当时的心态、当时所讲的心情大概可以传递给你的观众。但是我观众虽然不多，但是我希望我能够传递的是能够让你能够珍惜，而不是埋怨比较多。当然人生都会有埋怨，我的人生也经历过，虽然不是很大的困难，但是也不是一帆风顺，有起有伏。然后现在并不是一帆风顺，也是有很多的挑战。2019年并不是 一定是一个好年，也不一定是一个一帆风顺的年。通过脱欧、世界的不稳定、中美贸易战，然后加上英国正面临很大的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可能就是大的世界跟我当，或者我在世界当中的角色。当然你可以选择逃避，但是故事或者人生很多时候你是需要去面对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你是一个成为一个有经历的人。我不是要大家一直活在过去你的悲伤的故事里面，
故事当讲的故事，故事里面就有喜剧，有悲伤，有爱情，有亲情，有朋友，有莫名其妙的伤感，可能这个就是故事的一些魅力。所以当你想听故事，想追求故事的时候，为什么一些讲故事的人他会比，或者真正经历过一些，或者应该这样讲，一个有故事的人他会比较能够体谅，或者突然间就能够体谅到对方是不是有故事的人。我怎么讲这句话也讲不通，就应该这样子讲，有故事的人就比较能够明白别人所讲的故事。对，所以当你有你的故事，别人有别人的故事，当别人说出别人的故事的时候，你不是只是从表面去看到别人所说的故事，而是从别人说的有限的故事的情节当中想象他的背后的那种艰辛跟努力。可能这个就是当人到了这个年龄，你应该从别人的话语当中知道他是否有内涵，是否有经历过，是否能给你一些的启发。所以这个当我看到别人一些的创作，一些故事，一些话语，一些写作的词语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这个人的经历塑造了这个人的性格，或者塑造了这个人的心情。可能有些故事是很伤心，会改变你的一生，甚至你一生对某些事情的一些看法会变得很激进，甚至有些故事会让你成为一生的激励。所以这个就为什么新喜剧之王他的泪点，他的打动人的地方就是说故事，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当你在看的时候，他不是靠画质，他不是靠颜值，他不是靠大牌，或者是所谓的很出名的明星，但是他就是说一个很平凡的故事，一个努力奋斗的故事。相信每个努力奋斗的人背后都有他的艰辛，他的故事。可能有些人的奋斗得到肯定，他可以站在很大的舞台上说出他奋斗的故事。可能有些人奋斗得更加艰辛，但是他可能就没有任何机会站在很大的舞台上跟其他人讲他的故事。但当没有平台，没有机会讲故事的时候，并不是代表这个人就没有故事，所以他可能就选择把这故事收在心里，等有机会的时候，或者时间成熟的时候，再说出他的故事。所以当你看的时候，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可能我觉得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当我在听一些歌曲，在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有一些的感慨，会有一些的感想。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些感想我想把它记录下来，虽然有点的凌乱，但是这个就是当时的感受，当时你对这件事情跟你的经历的一种的对应的结合所产生的一些的想法，一些感受，把它记录下来也分享给大家。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为什么我虽然就像昨天我根本没有想过会录制这一集有故事的人，但是当今天到我听了这首歌，当我想到喜剧之王里面的一些台词，如梦的奋斗，其实喜剧之王里面比较感动我的还有一点，就是在如梦去做送餐，或者是我看一下有没有超过三十分钟，还没有，还没超过三十分钟，还好，因为这个只能录制三十分钟。就在如梦去奋斗的时候，在送餐成为一个送餐员的时候，那种的惊醒。这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看到很多送餐的，怎么讲？应该是讲送餐，对，就送餐的。因为我个人是做过送餐这一行业的，其实我打的工也不少，可能一个手指数不完我做过的工。但是送餐是我其中一个工。那时候来英国的时候，我就有那时候是驾车送餐，当然。这个当中的艰辛，比如说在雪地里面送餐，然后送到客人当中的那种压力、时间感，然后当你找不到路，然后餐又容易被打破，还试过被人抢，
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一历历历在目，所以当你看的时候送餐的艰辛，当我看到那个送餐人员在送餐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很辛苦，可能不是太多人了解，所以可能有故事的人他会有他辛苦，但是可能他的辛苦并不能够被人家所接受所了解。每个人都有他辛苦，但是你会发现凡是辛苦过的人或者吃过苦的人，他比较能够同情或者比较能够明白其他人所吃的苦。有些人站着说话的时候，有些人看着别人受苦的时候，那种的心态可能就不过就这样子，不过这样子。但是当很多时候同情心，我觉得同情心是跟一个人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同情心，表示我不知道你对自己或者对别人是否有同情心。当然你的理性跟你的感性跟你的意志当中也会有挣扎，去让你决定你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行为。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但是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完全表达我所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会有很多的事情，他会经历过，他会看过，他会做过，他会痛过，他会跌倒过，但是他还要爬起来继续前进。但是当老年的时候，希望是有正面的影响。可能同样一样伤心的事情，对一些人他会成为他一个鼓励向前的动力，同样一个伤心的事情可能也会成为一个人对他自己一生对自己的责备，所以这个就是成为很多的负担。所以你可以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但是希望你的故事是无论好还是坏，让你的故事成为你人生的一种激励，因为人生总是要向前的 press on。 这个是我蛮喜欢的一个英文，就是 press on 并不是说就是讲的就像有点像讲的努力奋斗，前面可能你看不清，可能乌云满天，或者是狂风暴雨寒冷的天气，你的故事可能不被人家接纳，也不被人家体谅，也不被人家明白，但是可能你的故事能够成为你鼓励你自己前进的一个很好的，或者你应该努力将你所经历的故事成为你自己继续向前的一个动力。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那很多年以后你也会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可能你年轻，但是以后的经历就让你的成长成为有故事的人。可能你已经像我这样年龄，可能你的故事跟我的故事接近，或者我们的故事相差十万八千里都有可能。可能你已经比我还年长，但是可能你的故事讲出来可以帮助到我，或者帮助到其他人。所以这个就是讲故事或者是故事的魅力。但是很多时候故事真正打动人的都是真实的情景，而不是花巧的手段。我并不是说你不可以包装，但是很多时候真诚的故事，简单的故事，感动就经常在这种简单而平凡的事情上去激励别人，就不会太高太远。我们都活在很平凡的世界里，做一个平凡有故事的人。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中午的这时候有机会我在，所以为什么我喜欢拍 Vlog， 有机会我真的很想把我前半生所走过的地方，所经历过的事情，和必定是经历过的事情，所走过的地方地点，当年过半百了以后，再重回年轻时候所走过的路，所到过的地方，所经历过的事情，那种心态是很不同的。就像上次去到尼斯湖，那时候那一集虽然录了只是五分钟，好像三分钟，但是你会发现从十年以后再回到同样的地方，那种心态，人已经老去，可能周围的朋友已经离开，或者你所看到的东西
那种同样的熟悉的情形，同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有种很有成就感，或者也不能讲是成就感，很有一种感慨。所以如果你回到你小时候同样的地方，回到你年轻时候玩过的地方，见回你以前的一些同学朋友，转眼之间十年二十年就那么过去了。所以当你再见面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感慨，大家可能这十年都没怎么联系，但是当联系当见面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喜悦，那种的悲伤，那种的无奈，但是那种的故事，大家都是有故事，全部融杂在一起，就是很不同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现在看回我每次拍摄的延时摄影，虽然只是几秒钟，但是我看回里面都会想起当时我拍摄的那些故事，所以跟你们看是很不同。而这些看回的那种感受，就是我很宝贵的一些回忆。所以拍摄我录制的视频，包括录制的视频每一集当中，都是我一个很宝贵的回忆。所以这种可能比所谓的开箱或者所谓的评测，对我自己来讲可能更有意义，更有我想做的东西。这个就是我的想法。有机会回到十年前回过去过的地方，或者十几年前去过的地方重游回，那种感觉是很爽。顺便记录也分享给你，然后你也好好，或者在同一个地方立志十年后我们再回到同一个地方。我记得那时候我看《仙剑奇侠传》，就胡歌讲的那一句，十年后我们约定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十年后可能未必会能够赴约，可能未必会有失落，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子，未必完美，但是因为不完美，我们有完美的故事。下次见。脚麻痹，脚麻痹，脚麻痹！哎呀。